来到菱角之乡关田，彩虹菱第一次就上手。我前面已经这么大一楼了呢，我就领金呢，我菱角小魔女呢，关田一枝花就是我，好吧？采收火鹤花，像拔时钟剑，拔不起来就是拔不起来，我就是凹不断呢，为什么？Go Go台湾玩台湾，带你上山下海玩到翻，请锁定民视无线台。